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的干啥？你咋自己给自己套上了？看一些我之前的照片。哦，这个是在上海的时候，当时就已经开始慢慢长胖了。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，我的刘海遮不住我的发际线了。哼，头发掉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肥胖。就在那一年，我的头发差不多掉了，只剩三分之一了。哈？你的意思是掉了三分之二是吗？对，就是之前还是很浓密的。你看一下之前，你之前很浓密。哇、哦，是真的很多哎。我们家白老师就没有这种烦恼。你看，全是毛。取之不尽，输之不竭。于是，一个邪恶的念头在心里渐渐萌生。那就是做一顶猫毛假发。各位英雄好汉，多年的养育之恩，就在今日，各位可以报答了。梳子手在哪儿？到。开路。好嘞。物尽其用啊，物尽其用。你看，白老师好孝顺。感受到了你对你爸爸的爱，你的父亲会感谢你的援助。封你为朱孝天。白老师并不满意。我不喜欢梳毛，其实。走了，大逆的。来，整点高高的，高音的毛比较细，柔细。唯一的一点松了。先走了。没贡献多少。你也是个毛细啊，哥。哎呦，福福哥就掉的多了。我这个毛很多，我这个才是毛全有。我这个，你是不是可以做一顶奶奶灰？嗯嗯。二哥，行吗，二哥？想要有点你的毛毛，给点面子。二哥才是毛细帝王。哟。躺平了，享受着。白老师贡献的，福福哥，高音就算了。猪主要你看，我给你做一朵顶橘色的吧。这是之前储存的一些猫毛，想必大家已经看出来是哪三只猫。那母亲要给我整个头模。这个碗，就是大小刚刚好。最关键的时候把它取下来，希望能够顺利取下。有你的功劳，白老师。有你一半的功劳。白老师，看看你妈的杰作。猪皮的不能咬，这是猪皮，这已经是猪皮了。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的干啥？你咋自己给自己套上了？你咋回事？呀干啥子？干啥子？看不见。神。哦，像个爆炸头，像不像猪猪搞了一个爆炸头？白老师，你什么表情？完了，白老师开始不认识了。果然还骂骂咧咧了。加冕，快加冕，还是加冕。他像那种就是呆逼国的国王。哎，就是封印的。不是，这是紧箍帽。你这是个分儿个你。干啥？俏皮。
的这个加冕吗？怎么样，哥弟？没有猪哥的味道。发型好 fashion， 非常的 international。可以，去照镜子吧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现在我们就要去到街上啊，然后去朋友家里看他们能不能识破我这顶猫毛假发。走吧，出发吧。我们现在就到金韩信的家里，感觉这个是怎么做的呢？我能摸一下吗？可以摸一下，但要摸掉。胶水粘上去的。肯定是胶水，那你用口水粘。你可以取下来让他试戴一下。哎，他好合适啊。如果再不戴一个墨镜。哇，它太合适了，我的天！哦，有那味儿了，有那味儿了，有那味儿了。谢谢你们让我穿裤子。啊，我懂了，毛是不是猫毛？是不是？这个是白老师的毛，对吧？嗯。这边这个是猪猪的。嗯。我全猜对了。像个帽子。就像帽子，后来第一眼像假发，第二眼就是帽子。没有刘海。感谢喵酱亲情表现出了他的惊讶之情。这应该是给你做的。两人猫开始吹捧了。真的，带猫带会好。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顶，再也找不到第二顶。那你摆两个造型。我不要，太羞耻，有点中二。做帽子真的很成功，下次要不要试试做件小背心用猫毛？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喜欢的话就点个关注，不要忘记一键三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